搁有一种男女之间的误会。哎呦，我讲啊就你看你跟别个查囡仔做伙，伊要听解释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迄苗可是你专门的嘛？哦，这我上个。好，嗯 ，OK 来，咱来示范。一贝贝，开麦啦！你，可丽，你说，不是那个事情不，你听我说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你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跟你讲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你说。我真的跟他。我不要听。你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你说。不是嘛？我就是。我不要听。那个，你说，你几遍听过？屁事！哎，演的好不好？哇！跟他笑，我不要停了。我觉得这个要给李义军试一下。哎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他可以。李义军，一贝贝 ，camera， 义军。我不想听。不是，不要讲了，我不想听。你听我说。你说。说。那一天那个状况。我不要听。是吗？那个女生，我不想听。你怪不要啊！太残忍了！你说，那个女生其实是从小，是谁？就是从小认识的一个邻居而已。啊！我不想听。阿哥是李朝勇的啦。你卖我惊！来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布袋戏馆。当下边人去一对的可爱女性娘，到底变成了咦，贝贝 ，camera， 你讲，来，喂，我听，下边，你讲，下边。靠腰啊！快点！都叫小大家回味一下，讲哦，一挂迄个男女主角相遇的情形啊，还是讲要解说唔解说？当然，琼瑶阿姨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多。各位另外一种就是讲啊，男女主角啊，双方并不反对，有诶无诶啦，男主角变怎，女主角要离开变怎，有诶无诶？这条歌叫做《烟雨蒙蒙》的剧情。我刚刚唱歌较简单啦，我唱歌好了。哦，你先唱，我再来处理哦。来，《烟雨蒙蒙》李义军。当烟雨蒙蒙的时候，我闭住力，你蓦然回首。缠绕着
厉害呢！你甲看，迄个缠绕缠绕一直去，一直去，一直去。好好听哦！你去试看麦。哎，真正唱歌比生囝较简单呢。哇，那这搞啦！都爱乖，你试看麦。哦，缠绕着，缠绕着。好，来来来，哎呦，老师来给他一下。挂树花子，挂树花子来。缠绕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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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缠绕着。嘛，干嘛被骂吧？这个歌哈，应该有一部分是合音唱的。哦，对的，对对对对。所以其实一个人唱会有点吃力。我知道李翊君，我如果 cue 他哦，一段台词他就会唱一种歌啦。真的吗？哎，哎呦，我魏璎珞天生就是脾气不好，谁要是对不起我，我总是有法宝来对付他。老师，给我一个 B。你看，我讲这段，他就要给他一个 B 了，有没有？太厉害了啦！我真的是。那个警察给我十个 B， 哔哔哔哔哔。雪落下的声音，仿佛是你听着我叫轻轻，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。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哇哇！好了，咱度假公园这里烟雨蒙蒙哦。其实看到琼瑶的小说《烟雨蒙蒙》啊，不管任何小说，任何的经典名句，像那个《烟雨蒙蒙》啊，那个女主角在想男主角。我们请苗可丽小姐示范一下，因为真简单，那无几句话，一百七。舒缓走的第一天，想他，舒缓走的第二天，想他，想他，舒缓走的第三天，想他，想他，想他，掌声鼓励哦！好难过，深情款款啊！李翊君小姐，请准备。傻姑娘啊，你不要叫青青啊！我唱歌掉。不要紧的，大家来呀！同乐嘛，同乐啊！一百七。舒缓走的第一天，想他。舒缓走的第二天，想他，想他，好有层次哦。舒缓走的第三天，想他，想他，想他，没有第四天的戏子了，就讲完了，谢谢。很像后尾啊，对啊，有啊，很有 feel 啊，有感觉啊，很好哎，真的，对啊，你讲到第七天他就回来了、啊，喂，来，来的杨秀慧版本，可能不下赶快，舒缓走的第一天一百倍，哎，讲大一，大一半，大一半，一百，开麦了。你是几天没放啊？你思念一个人头像要有 IQ 啊，对吧？一百，我是看伊的面，感觉伊酒馆四十年，敢那思春。舒缓，你走的头一天，舒缓。你走的第二天，你又
壁拢无讲。你咧倒伊咧上呀？哎呀，啊，上袂使白哦，恁这恁这团哪严嘛？你是帮定着呀？淑环，你走的第三天，哦，我袂动的啊。喂，你女呢？你是叫火车弄着？啊，我挡袂着，对伊的思念安尼袂用的哦。咱是想，不是想，哈。嘛是讲，我想安怎想想啊，心花痒痒的啊。哎，安尼冇想的。其实杨秀文版本蛮写实的，是不是？很想啊。你离开山岗，我袂动的啊。袂动啊。我只有来拖客兄。哎，袂动，挡不住，挡不住。OK， 真的很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我是干嘛讲吼？以前就喊的。下尾一天想想伊想一届，两天想两届，啊那舒缓去三年，伊变哪念？想他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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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